一晨，我们去把一些没有讲过的角色讲一下。啊？我看了这部这个的电影，有被你手机谁的手机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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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叫我的大皮克曼了哦。大皮克曼呢，其实是一只其实我顺序也乱掉了什么？男人心喜不要那功啊！凯尔是我们今天讲皮克曼啊，然后你再复习其他只。阿板就是，你先给大家看他技能。他剪翅就是我们的三连翅。实战一下可以吗？哇，白狗欸，白狗好可爱哦，打输就回去检讨。我现在比较 key 了，说聊天室到底要不要聊。这只狗，哇塞，就这只狗是红白啊，今天婚礼。别弄，怎么办？啊，没樱花可乐不就吃土了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我知道那是狗肉啊，但是要怎么取得这些道具啊？因为主控是六级就对了，是啊。主控是六级，我怎么知道主控室是哪一间啊？惨了。你要怎么升主控室的 level 啊？就是我们连主控室在哪都不知道。哦，就是这啦，这其实就是重点的重点，因为它有点像是我们 SLG 里面的珠宝啊。